咁而家要求保安局咧係增加到16000，佢而家咧吞帳就猛於虎啊！乜嘢價？我仲而家一種顛倒咧，我睇到報章話公屋要加租，加10%，啲公務員都係加3%，佢可以話俾我哋聽加10%，係咪傻咗啊？而家通脹猛於虎，要求房屋局咧立即增加公屋申請人入息16000，所以我而家咧喺呢度咧係要遊行去政府總部話俾政府聽，雖然得我一個，但係我都要堅持。因為我哋每年七一，我哋都會遊行嘅，年青人唔死，年青都會堅持到底嘅。因為呢個公共房屋係全香港市民嘅事情嚟嘅，唔係連我年青一個人嘅。有咩理由會咁樣噶？你哋企喺度，每一個人咧都唔知揾13000啦。佢冇增加到呢個公共房屋入息嘅16000，佢冇增加。我話翻俾你聽，佢最新個公屋個咧，個人入息嗰個。入息嗰個咧係12940，係非常之少噶。12940，你點樣生活啊？一個清潔姐姐，一個清潔嘅保安員都唔止12940啦。咁所以我要求我增加16000。咁所以咧，我而家咧會喺度遊行咧，我會遊行去政府總部嗰度啦。我要話俾政府聽，我而家嘅訴求就係咁樣樣，同埋咧我係反對咩嚟？13000。有咩理由？你而家一個清潔姐姐，一個保安都唔似啦。佢13000，係咪傻咗啊？空降萬億股，高市民生活已經漫長加薪，仲要加租，加10%啊！反對加租，反對加租。唔可以私嘢，私嘢違反廣法。唔可以私嘢嘅。我今日咧嚟到呢度咧，係反對咧嗰個公屋咧加租啊，同埋咧佢咧就係要立即咧要政府咧，佢咧係增加呢個呢個入息咧係16000啊。因為點解咧？如果佢咧是13000嘅，根本上咧前少少啊，因為依度馬路好多記者咧，係前嗰啲因為就翻啲記者啲，唔係咪睇呢度啊？咪睇到呢度，又可以打斜影咪影到咯。咪呢度啊？你喺呢個位再褪過少少，佢打斜影到噶啦。行過啲啲，咁啊大家安全。哦，得到嘅，有影有影。咁咧，我嚟到呢度咧係反對咧公屋加租嘅，因為咧佢咧嚟緊咧10月咧。就要加10% 啦。咁換言之咧，如果我哋2000蚊一個月咧，就加咗200蚊。咁咧而家咧，我亦都係反對，我而家要求佢咧增加公屋入息16000。點解要咁樣咧？一個大學生讀完書，而家我哋平均申請公屋嘅人咧係12940，即係加咗100蚊，13000。一個大學生讀完書啊，點可以揾13000咧？我而家要求咧，政府係增加到16000蚊。大學生讀完書咧，唔係向後褪嘅。呢個咁嘅撲街冚家產政府，居然話翻俾人聽話，喂，我13000就夠噶啦，你申請啦，咁啊得嘅咩？你哋企喺度嘅人啊，都唔止13000啦，一個月啦，係咪啊？啱唔啱啊？佢咁都得嘅，提升到16000，大學生要向上流，唔係向後褪噶嘛。我雖然自己有公屋，但我一諗到啲大學生，佢讀完書之後躺平唔做嘢，做 part time， 因為佢驚住超標啊，咁我咪唔做嘢咯。
咁你話呢個咁嘅政府係咪叫人向後退咧？定係向前進？定係向前進咧？咁啊得嘅。咁啊個個躺平，個個唔使做嘢。佢哋唔係唔想做嘢啊！佢哋入息嗰度咧，全部超曬標啊，13000啊！咁你佢點做啊？要求佢增加到16000，佢而家咧仲黐線到咧，十月份開始加租，加10% 喎。你公務員啊，企喺度嘅香港警察啊，全香港嘅公務員都係加3%。佢呢個咁嘅死人房屋局啊，政府啊，發瘟啊，加10%，火都嚟埋啊！真係火都嚟埋。我今日仲氣管發炎，我都繼續出嚟。本來咧，往年七一都好多人，但係今年唔係得我一個，可能永遠都會得我一個。就算死剩我一個啊，我嘅腳行得走得。我都會繼續嚟呢一度。你諗都諗到啦，佢打擊嗰啲咩叫做咩啊？富户政策咧，哇！佢不遺餘力嘅喎。你叫佢加到16000咧，佢就好似老豆老母都死直咁樣嘅喎。唔得噶嘛，你咁樣阿媽嘛，你用下腦。一個大學生讀完書企喺度嘅人，點止揾13000咧？佢哋都唔止。係咪叫你讀完書之後唔好去做嘢啦？我係為咗申請間公屋啊！你哋唔使做嘢噶啦，係咪咁樣咧？唔係噶嘛！政府就話：喂，你向上進啦，向上流啦，因為咧係嘛我哋嘅政府點樣點樣點樣？但係你而家你答唔到我，點解唔可以增加到16000？一個清潔姐姐都唔止揾13000，一個保安員都唔止揾13000，即係話叫人你哋唔可以，你哋唔使申請公屋啦。你係買居屋啦，買居屋你係冇錢喎，嚇！咁你話呢個咁嘅政府係嘛嚇？你睇到你都火滾啊！仲要加租啊嚇？驚啲市民唔死啊？啱唔啱啊？嚇！我今年年姐62歲啦，我11月生日嘅就62歲，我生存喺個社會我唔多嘅日子。係嘛？有命嘅10年8年，冇命嘅10個8個鐘頭，世事無常，啱唔啱啊？嚇！所以你諗下，佢真係唔鬧佢嗰個咧，都唔係人嚟嘅。你邊會咁樣嘅啫？你而家搞到個個為咗申請間公屋，所有嗰啲大學生不單止躺命。阿媽，我唔做嘢啊！阿媽問佢點解啊？嚇！如果做嘢啊，揾13000，我又申請唔到公屋，超過標啊，咁點搞咧？16000都好啲啊！是咪啊？啱唔啱啊？佢而家冇噶，啱唔啱？你睇下鐵馬，佢一日擺喺度，佢話唔可以黏嘢嘅，咁擺喺度咧做乜咧？係嘛？咁啊黏一張嘢可以有乜傷害到啲鐵馬啲咩嘢咧？我真係好唔明白，係嘛？膠帶佢而家黐住喺度做咩咧？係嘛？我又唔會整爛佢嘅，黏咗張膠帶，我黏咗張紙落去，膠帶係咪爛咗咧？咁又唔會喎，但係佢又整喺度喎，係嘛？我梗係表達訴求，表達我自己嘅意見啊嘛。係嘛？我有啲咩嘢咧？同埋咧，喺我嚟之前咧，警察已經同我講咗啦。我身上佢話佢同我講：阿蓮姐，佢話咧你身上嗰個標記咧，最好唔好違反國安法，冇違反國安法嘅。我話咧，我身上就係呢啲標記啦，我冇違反到國安法。一係咧，佢而家最中意講咩咧？國安法23條，佢講下呢啲民生。这个法瘟政府讲咩23条国安法啊，增加公屋入息限额啦，为啲大学生可以提高佢哋自己嗰个入息，可以自己申请到间公屋啦。喂，我哋而家星斗市民，佢哋而家班警察啊，而家个个住紧宿舍噶，佢一退落嚟嗰个时候，佢一样系住屋烦恼噶咋，系嘛？个个为屋而烦恼，啱唔啱啊？佢完全一啲都冇谂到嘅，你谂下。通脹猛於虎，乜嘢都加，佢仲要帶頭加租啊！十月份加10%，你話你話點搞咧？你話係咪火都嚟埋嚇？呢、這個咁樣嘅政府啱唔啱啊？真係你睇都去到眼火爆，成日都話叫市民向上進，向上進，你增加3000蚊，咁市民話市民咪可以申請到多啲公屋咯？啱唔啱？仲有啊，雞分制啊，唔係咧，唔係。5年8個月可以申請到一間公屋，係要等9年。
先可以申請到一間公屋嚇、啊。你諗下，新建築什麼嗰啲叫做咩啊？過渡性房屋有咩用啊？嚇、啊！你不如，如果你申請到，如果你建築過渡性房屋，你不如話增加到16000俾啲大學生，啱唔啱啊？等我哋個個申請到公屋，唔使咁多家單嗰啲家庭糾紛啊！是嘛？冇噶，完全冇嘢諗。我而家擺呢個嘢掛喺呢度。掛一掛咧，就好似咧好緊張啦。掛一掛咧唔會爛噶嘛，掛一掛唔會死噶嘛，係咪？唔會有什麼東西噶嘛，唔會有意外發生噶嘛。好緊張，好緊張，好緊張咁樣啊！有冇整到橙仔爛咗咧？壞嘢做咩？用什麼東西？政府總部係俾人俾大意見嘅咩？圍住嚟做乜？我都唔知道為佢佢嚟做乜？你睇下，如果一個人你自己問一問自己，你企喺度嘅人都唔止揾13000啦。陰公，我嗰陣時申請公屋12940，5年啦，佢先加咗個100蚊，你都記住5年，加咗100蚊，先13000，5年喎。咁一年為幾多？為20蚊，咁你真係死啦！呢啲咁嘅撲街政府冚家產，有冇做出嚟？係嘛？佢應該要增加。我擺喺度啦。哎呀，得啦，呢啲鐵馬號鐵馬嚟噶。你揸住啦嚇，唔使緊張啊。反對公屋加租，反對公屋加租，立即增加公屋入息限額16000，通脹萬於負，政府。但今日得我一個，得我一個我都要嚟，死者我一個都要嚟。就算我一個人行得走得，我都要嚟。唔好以為一個人就唔嚟，一個都要堅持。英文叫做 Never give up。